修行成道业了。成道业啊，得到五眼六通。什么叫五眼？五眼就是有佛眼。佛眼呢，这个是无所不见，无所不知，也就是啊，这个正
叫神童，佛教的叫神童啊，又有点呢、啊、不神童。这智慧童啊，人人呢、啊、都可能有的。你要说叫神童呢，有人呢、啊、就望洋兴叹了，说那是神童。回者呀，是一种啊，回有回无的，我也没有证实。那么所以呀、啊，啊，我不相信。那么智慧呢？谁都有智慧。这个智慧通呢，叫第一天眼的智慧通。有天眼的智慧呀、啊，你能以呀、啊，上观三十三天。下观十八层地狱啊，你的天眼的智慧通，有天耳的智慧通啊，你这个聪明到极点，天上的一切声音啊，一切的事物你都会啊听得到啊，天人说话你也听得到啊。那么说我不相信这个，你不相信。现在啊，你看师姐打电话，那个又有线电，有无线电啊，怎么搞的？离得那么远了就可以通话啊，这就都是人的智慧的表现。那么智慧将来，哎，你通到天上去了，那就天耳通，天眼通了。了生说辞，那么。
然后在广度众生，令这个世界的人类啊都有智慧，都不愚痴。那么世界人类要都有智慧不愚痴了，世界谁也不会再去战争了，谁也不会再去杀人放火呀、吸毒啊、今年呢，借着这云南法会，我希望人。